其他周刊这些报道内容里面，我们看到的知情人士，感觉好几个都像是民众党党内人物的爆料啊，不然谁会知道柯文哲跟民众党办了哪些活动？所以周刊回击的非常的有力的是他第三点声明的部分，周刊回击说，这个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萱代表民众党信口开河，发出事实根本没有根据的声明，只能证明哦，这骂很凶哎，说他不是民众党的核心。当然，我相信他所谓的核心是要可以看账、出账跟管账的人。那吴怡萱绝对不是这个人哦。